超过100张桌子，要看有的看，要摸有的摸，要感受有的感受。位于布吉米亚一站式的家私家具厂 Recafe， 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一间工厂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害怕，不要不敢走进去，有仓库也有 showroom， 他们的款式都很新颖，单单桌子就已经有300张，一样的款式，一样的用料，但是他们的会比外面的便宜。椅子的沙发弹性好，而且很稳固，用的是实心木，坐起来很舒服。看似大理石，但其实是岩板的这款更加便宜，更加好顾，仿佛有金刚不败之身，用刀刮，用火烧，一丝毫损都看不到，厉不厉害用看的就知道。老板非常注重品质，从木材、板、海绵、屋筋等都很注重，试过了才会给顾客用，全北马区包送包安装。餐厅啊、住家啊、各场合用的餐桌都能 customize， 木质的餐桌选择也蛮多，也有这种高脚桌、高脚椅，老人家坐了还能保护膝盖，适合拿来喝酒的酒吧桌，他们哪里会放过？适合大家庭的大圆桌，这里也有哦。沙发款式 modern 之外，材料也能选，半皮革的材质，有手动，有电动，按一按把灯就能抬脚，123西德，摆在家大方，房屋质，照顾起来轻轻松松，这样子看不够爽？不用啰嗦，亲临现场直接体验，这样子才会买对。看完客厅家具，现在就来看房间了。位于 showroom 的三楼，展示了很多不同的 bedroom set， 绝对能够找到你喜欢的和你自己心水的床啊、床头等，给你看到完。床头要什么颜色，一样看你喜欢的来决定。房间最重要的衣橱，玻璃透视的高颜值，当然还有其他款式。套组有床头、有衣橱、有梳妆台，一整套入手肯定是最值的。感应式衣橱一打开就亮灯，除了家私之外，他们还有自家品牌的床褥还有枕头，一站式真的是名不虚传，买到你手软。公司的办公桌、办公椅 Recafe 也有包办，这里除了是 showroom 也有仓库，他们也有在做批发，所以货物都很齐全、很充足，赶紧去到现场亲身体验吧。